现在是凯恩斯时间的凌晨4:01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在酒店门口等 bus 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坐热气球，热气球，因为是热气球，所以要凌晨4点钟出发。然后现在虽然是凌晨4点钟，但是凯恩斯还是非常的湿热。我昨天的经验已经告诉我，就卷头发，你看我刚刚在酒店卷的头发，现在已经快直了。我在墨尔本就不会这样。你要说什么？牛啊！牛！什么嘛？哎呀，不行！说什么呀？感言，4点钟起的感言，不对，其实我说是4点钟起啊，其实我是3点钟就起床了，然后起来化妆、换衣服、啥啥啥，然后今天下午要去热带雨林了，去拍照，还要穿着裙子，哎，真是。我们要坐上这辆小 bus， 然后去乘热气球啦，冲冲冲！离开气球来时，太黑了，看不到身后的热气球。这个大的就是，这个就是我们等会儿要坐的热气球。我和张张现在要来坐热气球了，就在我们身后。不是那个巨大的热气球，就超大。好吓人啊！这个火，那有一个 camera， 等会我们到最高处的时候应该要拍照。它动了，它又动了！哇，它动，它真的要动了，它真的要飞了！它越来越高啦！让我拍的照片，好像咱俩水平半斤八两。我刚还一直说他呢，什么？看，不能让您再可爱了。光芒上，重新，3、2、1，阳光洒在大地上。Oh my god！ 我们现在刚下来热气球啦，看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收热气球，张张加油！张张加油！然后最后把热气球收到了这样的袋子里，真万万没想到，我穿了一条这样的裙子，还要干这样的体力活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步啦。Okay, anyone's a little bit more.
wind up high enough to fly, and then went and crash land somewhere in a field. And then, oh, he's a native.